单一窗口借就好，现在只要决定说要增加到3。官人哈，请问一下，如果觉得这个 OK 的话，赞成的请举手。152分。交通，他目前是担任交通主要的公关的。你再多一个，王海哥。查。不是不是不是。对，公关科的大工人有王海哥，他是你办公室的。王海哥。请老板。现在就是有一个他说他会担任交通，就是那个张海月。到现场来了，只要我把我的工作项目丢给你，你觉得你想做的文件就拿去做，我就会去产生这样子。但是坦白讲，我这边工作我也没有办法去跟下次跟七八个人联络。不好啦，文件组的，就是你当文件组的工作，你跟你行，你跟搞外，比如放进那边推广这种文件，你做海报有机，你把这些讯息，好的规格是华华先，还有弹头一些文件组，还有文件组，现在也要鸡肝的，要米肝的，要鸡肝的，你做。啊，我现在不用准备关键了。哎，啊，就是把就是关那个窗口啊，就是那个我负责联系在网络维持工，那文件组的人哈，其实坦白讲，如果继续再招募下去，要多十个应该很轻松啦。啊，问题重点是在于他的管理的方式会有问题了。比如举个例子，光在那边做这些，把这个快海报对不？慢慢就是电力网被折了嘛。哎，那在折的时候，如果你在折，还有别的美工也想要做，那怎么办？如果你做出了三份，你就简单再用三条口产生这个问题啊。那肯定花费折了，结果把三四个做出来，结果一个就定案了，要死吧，我没有办法跟其他的交代，所以将会心里会有个疙瘩啦。所以要管理这个组，它最大的技巧就是说，人这么多，你是用那么多人电去管理，会有管理上的一些技巧啦。所以大家讲一下，他也不用那么急说，马上就要去管理，如果有兴趣的话，跟我讲一下啊。大家就是负责，就是联系的工作，就是说啊，现在要做这个我们第一个活动要招募嘛。哦，对不对？我们招募的表演活动，要活动还看演唱嘛？啊，那个文宣要怎么做？啊，另外的都有那个讲到说，要把我们这个网络的文宣要变成实体化的，因为实体印出来之后给我们相关的店家给打。啊，他那个网络的文宣跟实体文宣的话术怎么打，一样都点着。你看，所以就是做这些联系的一些动作。他有兴趣可以跟我联系一下。这是等一下，那等一下哈，基本上各组当中还是分工啊，啊，因为讲究各组哈。在参加这些小团哈，不是说一直无限的付出，不是这样子的哈，你要收一点回来。啊，人生嘛，有一种东西是钱买不到的，那个叫名声。是啊。好，一个人的名声哈。他加那个一个社团里面的，但是我这次来做志工，是连小朋友也要一起来。好。20000。啊，然后杨永昌议员就是他是儿子嘛，特助嘛，坐下，就是他对我们社团从刚开始也是非常关心的，从刚开始也都一直在注意我们在做什么。对啊，之前的活动也都有赞助。那这次我们去找他，他特别有提到说。往后有什么活动，比如说比较有关于体育的活动，比如说篮球，还是说健走，还是自行车什么的，他比较可以帮我们申请经费下来，赞助这次活动5000块。那再来讲到吴议员的部分，吴议员是也比较很特别，他也是很热心，想要帮助我们社团去办这样的活动，因为。我一去找他，他就讲说：“哎，你们今年的活动，
谈的嘛，谈谈到我讲这届大，因为顶一届人民冇赞助，所以伊有关关心讲这届谈到大。啊，伊我著改讲这届有来较大嘛。啊，伊嘛是偏向讲要甲市政府那边请经费，那他那时候有顺便有跟我讲，他叫我回来写计划书，那我明天会送。啊，等下我计划书我准备两份，那。计划内容包括的预算经费，等一下再请大家帮我看一下。对，这个是三大议员要过来表演，所以一样要发文。那我也写好，明天我要请美珍跟那个理事长帮我看一下，如果没有问题的话，一样会送的话国小。然后啥啦？安德好，安德盖好，安德好，安德好，安德个人的财务有我们独立运作的能力，安德好，好安德。你找无人，你比如讲你打一届、两届、三届，你搁打无人的时候，你跟我讲，你去跟我讲，因为我上班的时候不知道，你多敲几次，我就盯着你想办法推文，安尼好无？好 ，OK， 好。时间去安尼个，我补充一下啦。因为六点要送街友的送餐有没有？加那个饮食是预计是在一个月要做吗？要。延缓，然后直接用推车推到那个菜市场。你们从哪个菜市场出现嘛？地下室要嘛？我哩啊，我哩地点要到这里啊。你们在哪个地点？阿玲啊，这个街友的送食吼，因为最近是跨年啦吼，啊，你若要来六点外送吼，提前来去。啊，干脆。大哥做一波造势功课嘛。啊，就是破牙叫你宣传，我那边要你去帮忙宣传，因为你。因为礼拜六跨年，我就在请我了，在港乐太晚了。六点两点到几点？六点送餐，怎么那么辛苦？六点开始。因为暗比摄影的画面。我那个我被我在摸啊，要帮忙事前准备。还在录屏板，有人真人就好了。哎，你说在开板呢？是要开板真人还是？哎，开板真的。需要两边，还有晚上。我跟你讲吼，就是讲希望各位这样子，就是讲引导别的志工来做。啊，当然，咱家己尽量做个上台客啦。对。啊，所以讲咱尽量是用所有来大陆来参加的人，我相信啦。因为上次我们这边人数都两三百个。啊，我真正是，伊真是要大沙冈，但是伊不要做啥。啊，所以希望是讲咱在座来一定来参加的咱的所有的志工，就是用咱引导伊来做。啊，你免卖客气，啊，拜托你这先帮我处理，你把这先帮我处理就安尼，好好。好，咱尽量做这个动作，好啊，就是希望把你的工作量减轻，啊，你时间再断不久了，好不？哦，要开板针，开板针的要义要赶快，各组了，各组把需求丢出来，时段还有工作内容丢出来。联络人像，联络，我看这个台湾的总务组啊，我联络了什么啦？我们这什么看规章不规章？啊，我们组然后一季要五个人，他就来大家来报名，哦，啊，你来去听啊，规章不规章，来你要做啦，赶紧做，安尼啊，无搞咱再想办法，安尼好不？好，维持拄啊讲的，好。赌王这个提案有你吗？如果在肯的话，请举手。好，我都要举手，我拍手。能不能拍手掌？举手啦。他那个人员哦，人员们下来下。前两次的开会都没有，有时候都没有找人做有做嘛，做到做。我是有看到。我跟你讲，说没有啊。本来这拢爱建构起来，这嘛是咱社团资源诶，对啊，资源我还是做的。好，我照做嘛，我照做。阿丁，好，现在最后一次，最后一次要哪时候开始？最后一次。大家提议一下，因为我们还有一个多月的，那我们下次开会是要最后一次的了，或者最后一次的。好，大概最后一次开会了。下次开会应该就是场地都已经好了嘛，都已经稳，都已经过了，然后。所有的东西都已经过年前一两个礼拜才开就好了。那个要死吗？十二钥匙嘛，又快时间了。十三了，13过二十了。好，13过20了。20了，大家都是最后日比较空的。可以拍你的20了，哦，20一拍了，这假的，这是要过20了，1320了，20刚过了，20了。你的人员配置嘛，他21号，你礼拜天再去礼拜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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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赛区的20号、19号嘛，19号，先去看球。到了就去那边。十九号晚上先运动场看场地嘛。他在讲完。那个20号哦，我感觉拄啊那个亲姑哦讲的是对的啦，伊是较晚的，干脆就近一点，下个礼拜有问题，咱当然咱再解决掉，莫再拖几礼拜去。啊，所以我规期较晚的来，就是这最后的解决，就是安尼啊啦，都电话无去换啦。哦，所以我后壁我可以同意这种赶紧，一礼拜啊，前一天嘛，还是前两天有时间，那个都可以。哦啊，即摆重点就是讲，那个咱讨论区的功能一直不彰，那个明明写讨论区，不是布告区，会记得。啊，所以请恁去拜托一下，迄个提早好，咱甲先甲做开。那个布告的公告的，我的那个一个公告，那个就是公告。啊，讨论区就是讲，比如讲，伊这个问题推不动，还是什么问题推不动，你直接就报出来，安尼好无？啊，咱的现场的机会就不要，因为咱讲的就是讲的，还是有公会看一下就知道了嘛，对不对？有问题就提出。啊，所以希望在讨论区的时候，再讲一次，在最后一次的讨论区就是讨论的，不能讲出嘛，不要紧。一条一条，那个就是本来就是要讨论的，但是要出的时候要有，我无拍伊的，会记嘞？迄个美甲的，不管伊讲啥，就是无拍伊，因为咱即摆已经哦，大家拢在，拢知影，因为有当会产生语言上的落差。不管对方讲啥，你就认为伊是无拍伊，咱就好啊，安尼好无？会使的吼，卖人教卖人做，安尼会使了吼。啊，你定于12月20号开最后一次会议啊？同意啊，同意啊，他等下时间到位啊，地点啊。你要挖你的，那是挖到啊！地理，你给我找。范姐，在座有谁不知道50号在哪里的？修水，太修水了。镰刀，那个恰好。一样，叫你听一下。我嘴啊。小芳，你叫挖到啊？几月几啊？12月20号，礼拜天晚上。拜托了。没有吧？要搬家了。10月20，没了。没有啊。阿你来了不？阿姐啊。阿你啊。临时的六。有。有老板。啊。我加了。因为我的用意呢，就顺便让大家认识说每个人的家里在哪里，怎么样？啊，听到，哎呀，你大约不要买跑，那个。老板在一家小营业。我买个贵啊！你今天先做家的。我阿姨啊，你伊啊，好啊，好啊。你是阿姐。来参与了啦。伊啊。还跟你赛过啊？还跟你赛过啊？来啊！阿姐啊，先这样。牛呀，河马，阿河马很出名。好。你是无你的时阵，我去做，我去做。知道。好啦，再定地点，刘老板的家啦吼，刘老板的家啦。工厂啊。来工厂啊，啊，时间是晚上7点，一样这个时间哈，晚上7点。那我多来点多啊。请大家吃饱，带自己的饮料过去就好。然后不知道地点的，我就等会公布。我们在那个大厨那边吃，好啊。我已经带路了。然后，到了吗？好，我先报告一下，刘老板的工厂在要去的话，在大厨会馆，大家都知道吧？有谁知道大厨会馆的？